爱的念头，幻想化成流星的你我，明亮的眼，漆黑的宇宙。
他喜欢吗？第一组就这么嗨？我觉得吓到了，因为他们那个现场的那个感染力好强哦，大家应该就是整个的气氛好到一个不行吧？好不好听啊，各位？很厉害，我真的也觉得很好听哦。对，我们今天除了有艺人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些学生。对，是啊，因为今天我们那个高中的舞会嘛，其实就很多，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另类的社团惩罚。对，所以就也会有很多的社团可以表演给我们大家看。但是呢，在这之前，你看你是不是有准备什么礼物要送给大家？哎，因为趁现在的空档哦，我是想要送一些圣诞节礼物给大家啦。先送给刚刚那个12月12号生